两届世青赛女单冠军吴瑾薇今早抛出震撼弹，21岁的她宣布因为健康状况被迫提早退役。有很多的遗憾和不舍，但我相信人生的路还很长很长。我相信只要肯努力，不管以后到任何的领域都可以做得很棒。在这里，我想衷心的感谢丁总和于总多年来的栽培，从14岁进入国家队到现在也有7年了。吴瑾薇今早10点多在个人优管频道发布7分钟的退役视频。他表示，自从2019年开刀动手术后，其实每天都需要吃药支撑健康。如今药性越来越强大，为了健康，他决定提前结束体坛生涯。吴瑾薇曾是2015年和2018年的世青赛女单冠军，2017年的东南亚运动会女单冠军，以及2018年的青奥会女单冠军。